锵锵三人行，今天你们两个都是黑白配，对，而我呢就像是你们两个合作综合体，灰色灰色，什么叫真合体？综合体啊，综合体，我以为你说我真合体，综合体，他这里有黑有白。对，所以男女真的是要讲这个搭配的，咱们刚刚阴阳调和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个各展所长，真的，我现在就是觉得啊，世界都是给文道他们这些人搞坏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知识分子啊，怎么又趁着文道不在人说？他在的时候我不敢说呀，他们老在讲什么政治正确呀、啊，或者是什么，他们讲的啊，也许是一种理想，比如说女人和男人能有什么区别呢？他们只是器官的不同。实际上绝对来说连器官都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，所以女人的器官到男人的器官是一个过度，一个性别过度的这个形态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知识分子就能够疯到这个样的一个程度写在书上，嗯，这个我有时候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，可是真的不是我眼前看到的现实。我的眼前看到的现实大部分的情况还是男耕女织，很原始的情形，不是很原始的情形。你这不是说你就说你这个研究什么男性女性女权，这个看看自己的周围，毕竟主流的情况还是男主外女主内，大部分的情况女人管管家教教孩子，对不对？男人呢在外面挣钱。我不是说这就代表正确，我是说这是我们见到的一种现实。是，而且很多女人这样过得很幸福啊。你真像幼婷这样出来工作的，你真觉得？哎，你能这么高兴吗？出来工作，突然间就不知道该怎么讲，就是要很哀怨吗？但当然就是打拼，就毕竟要跟你们男人在职场上搏斗，我实在是必须要花你们十倍的力气，你知道，才可以跟你平起平坐。我怎么觉得你才花了我们十分之一的力气？哪有？女主持可花的力气比我们小多了。我们就恢复到某几集之前，他认为我们只会用哭来闹这个。不光是哭啊，还有这个长相啊。那我可能不够格，我哭不大声，然后也没有什么上半身下半身可以弄，所以我只能靠实力的时候就要花十倍的实力。但我当然会累了，我也会觉得说哪天我也女主内一下可不可以，我也不想主外了，是是是，所以我是被迫剩下来。徐老师今天一听这个话题他上火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要跟观众解释一下说不出话，不是这个话，最近你跟林志玲一个毛病，反正叫咳嗽吧，最近喉咙痛失声、失声了啊，失声。正好这个话题我失声也比较合适，不要被女性踏伐。对，不过我插一句了，像他这样在这里这种职场打拼啊，是很多人很羡慕的啊。这很多女的知道了，在纺织厂做工啊，或者麦当劳做营业员啊，那个才叫打拼，这是为了家用，或者在帮人家按摩啊等等。像他这种，像他这种在电视台做主播，这是很多。包括在家里啊，很好的能够这个啊有钱用的女的都很羡慕的这种位置，而且她不仅体现为了钱啊，你还有女性她美貌啊，她有显示才华啊，对，她有好的衣服可以穿啊，有很多人有钱有好的衣服没机会穿，嗯，所以你她这种你应该觉得珍惜你的，而且有身价，你知道吗？不愁嫁，就是所以呢。我可以给你做个媒婆的工作，你知道社会上很多这个身份怎么转变？有要知道早就有人说我是拉皮条的嘛，就是这些个富起来的人呐、啊，他附庸风不能叫人家附庸风雅了，就是说他找过演员，他找过歌星之后呢，他觉得我得显得有身份一点，我得显得有文化一点。那么你看他去搞女主播。搞女主播多难听啊！你好好的找一个词啊，不要用这个动词。他去那个搞女主播，你他去求不是他去认识女主播，哎呀，追女主播，他去追女主播。那如果我不是女主播，他就不爱了，对不对？我看过，我不是哎，我说男人真的会有这种很愚蠢的这个想法。你比如很多男人，比如说有空姐情节，说哎呀找个空中小姐，甚至有的男人有这个女军人的情节，我过去都有过。你这么说还真是，他是个什么人呢？其实真的我也不了解了。但是呢，想起女军人，哎呦，觉得
很性感。对啊，我有朋友是这样，他是在飞机上，就是他空服人，然后认识了一个男生，男孩子搭讪，约下来吃下来吃饭，就我朋友穿了个便装去吧，他就说你下次吃饭可不可以穿制服来？我就想，我想说这位男生你也在算你诚实还是怎么样？我朋友当场没有第二次约会了，就这说明最近呢、啊，这个有关部门没有把这个看 AV 的这个给管住，你知道吗？对、啊，有点泛滥，制服控，制服控，制服控怎么会这样？这是不过这里边的关系很微妙的，你说假如说现在有个人喜欢你，你会在怀疑他是喜欢我做女主播呢，还是喜欢我这个人呢？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可能很难分的，对，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认识你，看到你形象，你是女主播，或者我们这个也可以变成飞行员，变成明星，是教授，或者等等，或者一个官员等等、这样，或者一个上市集团主席的，但是很有可能爱上了以后他就其他的就不重要了，就爱这个人了、因为人一辈子啊，你能用来爱的 quota 是有限的，你不会那么无限，除非少数天才，一般话你诚心诚意的爱一个人，就是他的那个量是有限，量，你的总量，性能量，对，你的总量，总量，哎，你的总量，对，就你诚心诚意的爱了一个人以后，你尤其是你结婚有了孩子建立家庭以后，你不可能说我今天啊他不做女主播我就不喜欢他，不会，人早就过了这个阶段了，所以。看这个问题是要非常微妙的看，既是这个身份，你的形象，你的外表和你的东西跟你的爱是相关的，但它最后又是不相关，到最后 not relevant。 但是就不管怎么说啊，这个初相识有男人就是看表面，有关，我自己这么俗了，我认为初相识男人就是看表面，这个连老头七八十岁的都不例外，上海那个，你们上海那个老头老太太，就是到那个宜家去喝那个免费咖啡找对象的那个，那个老婆说起来都一样，老婆问老头就问有几套房子，老头看老婆就是看你够不够年轻，六十岁就比七十岁的好使，看我眼里有什么区别，但是老头也是斤斤计较啊，你四十岁的女的在那儿就算校花了，你知道吗？六十岁的老太太行情大跌，所以有宜家在，哪有什么剩女的问题？哎，你说这个，我是要谈一个就很正确的，也不是很正确，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。这个不是有政协委员嘛，有社会学家呀。你知道幼婷，你们老师在哀怨说是什么剩女啊，什么齐天大圣啊，剩女是个伪问题。怎么会？能晓得不啦？这个社会学家，对对对。2000年啊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，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是117，个别成分超过130。到2020年啊，20到45岁，这正火爆的年龄，20到45岁的适婚男性比女性多多少人呢？3000万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将有数千万大龄男青年找不到对象。然后北大的这个著名社会学家，这个叫什么李建新呢？好像叫。这个李建新他就说剩女是个伪问题，剩男是个大问题。为什么剩女是个伪问题呢？你只要想想幼婷就知道了，是你不要嫁吗？对吗？我们如火如荼都在你身边，剩女是主动选择的结果，就是说他这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是不是没有小伙子？你不能把幼婷作为所有全国妇女问题的一个基本的 case， 那是 especially， 不是，它是个特例。徐儿差不多，女追男嘛，隔层纸嘛，男追女隔道山嘛。女的为什么人家就说为什么孔夫子要管女人呢？圣经犹太人要管女人呢？因为女人太容易了，她只要一 open。他还愁男的吗？你知道吗？相比之下太容易了，就所以说，不是我说这人社会学家李建新说这意思，就是说剩女是主动你要或者不要，是你自己选的，而剩男才真正是条件所限的被动结果。而且下边说的问题文道都会感兴趣，你知道吗？要不说社会学家他能聊，他说啊，男性适婚人口绝对过剩，他们有旺盛的生理需求，却又无法通过正常途径去满足，这样一个被社会遗忘的底层大众，你们注意啊，下边是要点，如果没有必要的安全阀，必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。实际上近年来频发的群众暴力事件背后往往有剩男的影子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